摇头放哪了？我操！那点二楼，左边围墙倒了，左边围墙，你们对枪那个没倒。哦，炮在哪？二楼，我只有两颗烟啊！我操！哎呦我操！我都没子弹了。哎，冰冰，老六你妈！操！水泥房右边那个卡车，跑仓里了吗？没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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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喷子！不相信兄弟的补枪吗？我得找个姿势跳进去，你知道吗？打俩独倒的，真晦气吧！三个都独倒的，我感觉扫到了好像扫到了，好像没扫到，你知道不？老板喊着上啊！翻死了一个，老板还有个被车翻死了一个，被车翻死了一个，补的补的。烟软应该还有一个。哪喊的？啊！别笑我兄弟，瞬间变成，等会儿瞬间变成俩孤儿了兄弟。哎。啊？啊？他倒了吗？斜坡斜坡来了。右手。我操。你过来，给他过了。操这！我真想过他，你知道不？我看他队友看到我了。还有个，对，把这抽象把他。打队友干嘛呀？我不知道呀。